你们俩皮呢？不就因为我跟同学打架了吗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妈。这两天老是有一个粉丝给我发信息说让我拍一期扭耳朵的视频。你说这扭耳朵的视频咋拍啊？我想来想去，好像想到了。朋友们，跟我来。少爷，又拍到这个，起来。等等，有话不好说。想想，到底自己做啥事了？你上课还没考试呢、不是，老师今天都夸过我，说我可乖了。搁这站着好好的想想，到底自己犯了啥错？疼死了！就站在这个地方不许动，好好的想。知道了。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。看书看书、我起来。别扭，我错，干啥了？错了？我不该抄别人作业。又抄作业？又抄作业是吧？没抄。那你干啥了？就是被老师批了一顿。你们俩皮呢？说啥呗？你们俩皮呢？不就因为我跟同学打架了吗？还打架是吧？给我出来！还有啥事？没有啥事了。再说，不就是妇科没结吗？往后不管妇科正科，都得给我写完的。还有啥？真没有了。再说，我想想。真没有了，妈妈，真没有了。给他站一块儿，你俩好好的想。今天想不出来个所以然，你的耳朵给你拧掉。少爷，你以为咋的？不会咱俩团吗？前面俺妈妈发现了。干啥来着？没人。这耳朵不能扭啊，朋友们，扭出来都是事儿。你这一天天的怪劲儿的，天天在里边躺着看手机是吧？起来。咋回事？起来。苏凯。起来。你犯神经了是吧，苏凯？说，今天干啥事了？我下午不就出去给张红来钓一会儿鱼啊？钓鱼呀？钓。你去钓鱼是吧？就钓一会儿。朋友们看见吗？让咱上店里边干活去了，他竟然去钓鱼去。你说有这样的人吗？还干啥去了？老师交代我给你摸，我都知道了。我就往游戏里边充了100多。又充钱，是吧？没有，我坑你了。哪来这人？还交头接耳啊？那你交完交代啥？没啥交代的呀？交代没有，交出来一个。你以为跟你开玩笑了是吧？把你的嘴给你站住！你要交代我没有？我有交出来咋了？俺三个基本啥错没有，我跟你说。那你刚才说的充游戏里边100多块钱咋回事？你刚才说的钓鱼咋回事？你刚才说的拿卡送人咋回事？你刚才说的抄作业咋回事？那不都是你逼的？咋？现在又反悔了？又大字不承认了？啊？啥大字？你犯啥错？你基本犯啥错？说。我啥错也没有。再说没犯错。再说不然我给你摸鱼要换台了哈。